怎么是让我爸爸的工作是个大坏蛋？就是这个小男孩要写那个他爸爸工作什么的工作的表安他就偷偷跟着爸爸的车，然后他爸爸开车到，弟弟你不要转来转去。他爸爸的儿子也到了体育馆，然后跟在他后面，然后他看到一个叔叔，就是叫他，哎，你干嘛过来？我们这不是给小朋友的。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我是来调查我爸爸的工作的。然后那个叔叔就带他来看比赛，然后有两个人在对战。其中一个蟑螂，这个是蟑螂头跳是他爸爸，另外一个是那个正义的人，他们两个在对战，第一次是他爸爸先赢，第二次是那个正义人们来打回来，最后是正义人们获得胜利。大声一点，讲的。然后他的孩子觉得很不开心，为什么我爸爸要做一个坏蛋？然后他们离开了会长，然后爸爸笑了，然后他爸爸说，只有正义，但是没有坏蛋，这样没有乐趣，所以他爸爸才做这个工作，最后他也要写一篇文章给他爸爸。你觉得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不要太多正义，不要太多争议。这样唱我比较有乐趣，是吗？是。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这个社区啊，只有我们这一家是好人，全部人都是坏人，你会过得很平静吗？不会吧，你可能会一天到晚担心你的家里东西会不会跟隔壁邻居偷，对不对？对啊，哦。这他爸爸会在这里专业。哦。好啊，那我们还是希望社会有点正义，好不好？好。好，拜拜。拜拜。